6-5。嗯，好球。哎，同样的方向，一直在改变，还有。哇，朱雨玲，哇，完全看到朱雨玲的救球能力。对。哇，赖老师来谈谈呢，就是说，在这场中国内战哈，或者说当下的话，他们两个人就是在拼斗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非常凶狠的。嗯，对。那就技术而言，我们也看到他们在于就是在女子选手也可以说是代表当今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基本上你能够在这个单打赛事成为报名的这两位选手之一，基本大赛的这个经验这个过程了。对，7-4。这个前面四场比赛当中一局都没有掉，也就是连赢16局。对，是还是采取比较主动的。嗯，强赛击败了这个世界排名比他高一位的冯天威，也是一局都没有掉。不过在比赛的开始一开始就可以展现出来他这个赢球的这个渴望，这个斗志跟这个拼劲是非常强的。哇，这个已经逼迫到中远台，那么是有掉过一局。那朱雨玲刚刚前面提到前四轮的比赛呢是一局都没掉，一直到刚刚冠军赛的第一，现在是朱雨玲的发球。哇，当中啦，就是说他不只要取得就是这方面的这个独霸这个优势，然后但是桌球轮转亚运会最后一天的赛事哦，目前所进行的女单金牌战由刘诗雯来出战，是朱雨玲第三局比赛。哇，朱雨玲这几波的防守也守得非常成功。哇，哦，还有攀比，好，现在是朱雨玲发球，然后发球稍微做一点改变，看能不能收到效果。好球，到目前为止展现了非常好的吃球的能力。对，哇，他在四强当中也举集这个就是那个也是夺金的大热门，没错，冯天威哈。而且赛，那刘诗雯这心理素质这肯定是不一样，我就是冲着金牌来的。对，哇，这个球危险。喂，朱雨玲目前手上已经有两面金牌了，一个是女子团体，另外的当然就是女双啊，她是跟陈梦啊击败了刘诗雯。现在是朱雨玲发球，第三局比赛有机会。好球，这个防守真的太到位了，两边都是一样。对，哇，9-9，第三局比赛是比较刺激一些的。哎，这个球有进哦。嗯，球箱子。嗯，大他4岁的刘诗雯。好球。情况下，当然就是要连赢2球呢，才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哎，这个球往进，球高稍微高起来。闪身，好球！嗯，哇，做了一个调节的这个动作，对，补上了哈，所以会受到一些的影响。这边也再次跟大家来见谅，我给这个自己的这个中国的队友丁宁呢，是排名世界排名第一。好球！哦，还有哇，七，刘诗雯的发球。